都是他的错，是他把人类强行带到了这里。他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，对 Mars 说，他也有选择，可以自由的想做他想做的事。那不是真的，他夺走了人类的生命，就像 Kato 那样。阿米克斯这时认识到，他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但其实和其他狼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他曾认为，试图让所有智慧生物过上平等的生活的自己很开明。他甚至更差劲，即使永远无法与 Mars 相见心碎，和灵台心碎，但阿米克斯只希望一开始没有把他带到这里，来到他生命的尽头。想到这里，又一阵撕心裂肺的悲伤涌进了他的胸膛，他一时无法呼吸。求求你 ，Mars。年轻的狼对人类的敌意，现在他只能发出轻柔的哀鸣，阴森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从幼崽就开始接受的教诲浮现在他脑海中。Mars 的灵魂就会像只有智慧生物的灵魂一样，将怀着更伟大的智慧与几亿的生命交融，与他的父亲、母亲，也许还有 Classy 一起，在一个他也迟早会加入的地方。但是人类的灵魂应该属于这里，在他的怀抱里。它不能被 Parents 所吞噬融合，现在还不行。那个混合单一的存在不是 Mars， 就像一幅美丽的壁画被打碎，又被重构建成其他东西。Mars 依然存在着，存在于此时此刻，但已经不是他了。Mars 咬牙切齿，愤怒的情绪开始克服压倒性的悲痛。不，不，不，他们怎么敢？这不公平！Paris 和 Mars 谈过，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但把他指向这一点。当人类告诉阿米克斯他担心的可怕事情的时候，阿米克斯紧咬牙齿，回想着他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甚至对 Mars 来说自己相信他，他可以放心跟随他们的指引。不，阿米克斯摇摇头，仍然紧抱着那个人类。阿米克斯，内弗的声音是试探性的，几乎充满了恐惧，就像他担心阿米克斯可能会做什么一样。阿米克斯甚至不确定自己还能站起来，不过他做到了，用另一只完好的手臂将人类轻轻抱起来，因为他们的体格差，这很容易做到。他转身快步朝皇宫走去，几乎是慢跑着，不然不顾全身浑身剧烈疼痛。他途经 Kato 一动不动的尸体，甚至没有看上一眼，然后满脸坚韧的表情，内心涌动着奇怪的愤怒。阿米克斯。内弗在他身上呼唤，不过阿米克斯无视胡狼，一心的只想着一件事。Paris 也许带走他的父母，甚至还有他的兄弟，但是他们休想带走他的人类，他不允许。狼进入皇宫的时候，注意到在走廊里踱步的 Allen， 他看到狼的捷径，停了下来。阿米克斯，我听说你现在成为皇帝了。他看到狼被抱在怀中的 Mars， 声音逐渐微弱。鲜血覆盖他的全身，沿着无力的下垂手臂缓缓流淌，指尖轻轻地滴落了下去。阿米克斯从猫身边撩过，目视前方，毫无表情。狼的视野外不似乎不存在其他事物。很快，他来到目标门前，身体向前倾，把受伤的肩膀按在砍板上，却忽略他身体上的剧痛。阿米克斯走进档案库，目不惊，转睛地盯着球体，仿佛那台机器本身就是 Parent。淡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。仰望了一下发光的蓝色结构，然后低头看着 Mars， 令人恐惧的没有血色的皮肤与曾经拥有的饱满色调是如此不同。Mars 已经死了，阿米克斯清楚这一点，但是他不会接受的。狼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人类的脸上，感受着渐渐褪去的温度，然后吻了他的头顶。就这样，阿米克斯身体向前去，将他们两个都压在了球体上，随后他连接融入到宇宙之中。我们持续在无限的宇宙里漂流着，满足着。不论如何，我们信赖周围的存在，我们自身，还有其他 parents， 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。虽然这很艰难，也很可怕，但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光是这个想法就足以让我们完全放松下来，解脱感如浪潮一般冲刷着我们。然而，在思感和情感的嘈杂声中，有什么格外显眼？尽管我们是融合的存在，但其中一个存在似乎在一瞬间分离了出来，仅仅是为了更直接地关注我们，关注我。这让我稍微从恍惚中清醒了一些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他们。阿米克斯。不过，接着我更加注意这个存在时，我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，不是他，而是他。他似乎想跟我说话。我不熟悉他，我们从来没交谈过。
但是他关注我的程度强烈到……你好，我将手伸了出去，突然间，智慧的融合开始抽离，我感觉自己从他的团中被提取了出来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我几乎有些想念、思念的感情拥挤，想念与许多的存在视为同一个存在。不过后来，我感受到了自己，我的身体于虚无中展现，周围的虚无逐渐变化成了某样东西。有那么一小时间，我在空中飘忽着，然后被一个强壮结实的东西抱住了。率先映入眼帘的是阿米克斯的脸孔，他低头看着我，严肃而坚定。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的表情产生了变化。Mars，我稍微动了一下，试着更好关注我的狼。Mars，突然间，我被毛鼓了起来，我的身体紧贴着阿米克斯，脸按在他的脖子上。我搂住他，本能的。神啊，你是真的吗？告诉我是你是 Mars，求你了。他气喘吁吁说的，把话吐了出来，就像他刚刚从湖底换地浮出来换气一样。为什么他看起来那样沮丧？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是我知道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还有现在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我试着安慰他。我是真的，我在这里。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，好像有段时间没说过话似的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从昏迷中苏醒后回到了阿米克斯的房间，依然说服他一切都很好。就像我们睡着了，刚醒过来，他还在确认我会不会消失。不过接着我回忆起那天早晨，Kido 来了。事情井然有序的落下，如同一大牌巨大沉重的骨牌。我突然坐起身，推了推阿米克斯的胸口，向后靠去，这样我就可以抬头看他了。等等，那场战斗，Kido，阿米克斯，你没事吧？然后仔细我观察着他，试图检查他的伤口。我在竞技场里看到那些血汗肿胀都不见了。他干净而整洁，在结实的下方拖着我的胳膊来看，他应该没事。我短暂的检查结束了，不过阿米克斯突然把我拉回到他胸前，紧挨着我哭了出来。我之前在地牢里看过阿米克斯哭泣，但不是这种撕心裂肺的，让我感觉他的自己身体都在起伏的哭。这时我更加震惊了，我静静的把他胸往后推，在我们之间造出了空隙，以便我可以用手捧着他的脸。他看了过来，毫不掩饰的哭着。我看着泪水从他眼睛里涌出，然后消失在他脸颊的毛上。我相信此时我们有非常多的想说的。过去发生了什么？现在正在发生什么？将来将会发生什么？不过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特定的时刻，我们又在一起。这不可能，又实实在在的发生着。于是我又靠了过去，直视抱着我。我静静的闭上双眼，把他脸贴在他的胸口，聆听着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。如果这就是永恒，那我心甘情愿的接受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不过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闪过几次，我睁开了眼。我再一次向后靠去，抬手看着狼，用手抱住他的脸。等一下，如果你在这里的话，你……我突然想，也许阿米克斯在战斗受到重伤，最终没能挺得过去。不过阿米克斯轻轻摇摇头，他的抽泣逐渐平静下来，变得抽泣和哽咽。不，不，我没事，我赢了，Kato 死了，我如释负重。他轻轻地、缓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还是那样的悲伤。那你是怎么到这里的？我不是。环顾四周无限的宇宙，恒星与行星之间异常的靠近，精度亮人，生动的难以想象。紫色、蓝色、黑色昨晚而混乱，作为无限的宇宙延伸至远方的象征。我死了吗？阿米克斯把我拉回到他的身边，迫使我的视线从澎湃的宇宙离开。不，你在这里。他听起来更加说服自己，而不是我。但是这里又是哪里？阿米克斯沉默了一会，我发现自己满足于依靠他身上，不想离开。在某一时刻，阿米克斯坐下了，我被他轻轻地抱在大腿上。考虑到我并不是在无重力状态下，不得不假设我们身体下面存在着某种固体。阿米克斯又在抽鼻子了。为了 Parents 教堂，我把我的思想和糖糖裤融合在一起了。我只知道这么多。我思考了一下。那么我也是，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是抱着你的。我的脖子血，我抬头看着他，阿米克斯，我还活着吗？阿米克斯看了我一会，然后又把脸拧紧了，泪如泉涌。我不知道，他哽咽的说出那些词，我又立刻抱住了他。嘿，我没事了，我看见了吗？我在这里呢。就是一阵抽噎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一定是死了。像现在不一出什么原因，佩伦以某种方式让我们重逢。
我还知道阿米克斯肯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。这将会持续多长时间？我努力想说些什么，以防这是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最后时光，以防我会再一次的被吸收。但是我头脑以最奇怪的方式短路了，只能想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于是我决定从刚刚发生的事情开始。你像是皇帝了，阿米克斯。阿米克斯紧挨着我点了点，很明显，他此刻还不信任自己的声音。我真为你高兴。他现在摇着头，眼泪一直抹在我的脸颊上。我讨厌见到他这样，我讨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。请不要哭了，我们现在在一起。我坐直了，后力把他的头贴在我的胸膛上，温柔地抱他，据他的身体，抚摸他的耳朵和脖子。我没事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死的时候去了一个地方。这个词说出来是那么的怪，但你真的很好，很宁静，到处都是人，我并不孤单。阿米克斯颤抖着吸了口气，最后从我的拥抱中抽出了身子。很精彩，Mars。不过抱歉，我不会让你回到那里的。阿米克斯含泪笑着，小镇的十分异常英俊。我在讲什么？你要和我一起回去。他的声音中断了好几次，我能看出他的认真。他终于确信之后，把我从死亡的维度拉回去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不了解他们的 parent 还有来世，但阿米克斯一定能做到，我相信他。我对他微笑，好。他朝着我笑了笑，然后突然又吻了我，有些湿，有些粗糙。他似乎比较怀念我的嘴唇，不过我吻了回去，拥抱着他。最后，他把头抬起来的时候，我很高兴看到我俩恢复他平时的样子，自信，即使不断的吸着鼻子。我再次环顾四周的宇宙，你能把我们用出去吗？阿米克斯皱着眉，四下也张望着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，所以我不确定。阿米克斯看了看我们身后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清了清嗓子。Come，你在吗？沉默。我看得出来，阿米克斯已经束手无策。这些都是 Parent 做的，对吧？我想是，虽然我从未和他们说过话，但事实上这方面的经验是你比较多。阿米克斯朝我咧嘴一笑。没有啊，我要下河去。也许我们可以，呀，从这边开始。阿米克斯朝我咧嘴一笑，然后回头望去。也许我们可以走回去。我给阿米克斯一个奇怪的眼神。就在指我要穿越无限的宇宙，回到阿达斯特拉的荒谬之处时，一个声音昭示了自己的存在。我想你们已经完事了。阿米克斯和我都被吓了一跳，然后猛然跳跃，用胳膊护着我。是谁？在敲打我窗。阿米克斯朝冲虚空的大声咆哮的。没事的，阿米克斯是监管者。我说的好像他是我的老朋友一样。不过阿米克斯并没有放松警惕，继续的朝宇宙低吼。监管者用他沉默的方式表达他的愉悦，但是我能理解阿米克斯为什么没有放松警惕。从他的样子可以明显看出来，他将我紧紧抱在胸前，他怕我会被他从身边夺走。我也一样。如果你们好了，我现在就打开通讯频道。阿米克斯扬起眉毛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想和 Paris 谈谈，对吧？他们希望与你对话，尽可能的接触。电话中断了，我看到阿米克斯有的轻弹了一下，脑中的齿轮在转动。是的，那么达成。生产者的存在消失了，然后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存在，不是一个，而是很多个，感觉跟我之前类似，不过并不相同。这些存在没有融合在一起，而是彼此独立的，但他们又如此的相似。应该说，全部通的其中一个复制品也不为过。他们的计划不安的力统一，就像他们现在同一条道路上。与监管者不同，监管者至少在感觉上和其他智慧生物相似，这些存在非常陌生。他们虽然与他们接触过那么多次，但这一次尤为陌生。这些事情是如此不同，如此不同。